怎么嘴巴变成黑色了？不是粉红色的吗？给大家。
你怎么那么粘人呢，满桌？嗯，啊，那就好好看会儿电视吧，陪我啊，陪我看会儿电视，然后下午再带你出去，啊，自己缩缩的样子。妈妈，等会儿爸爸带你去约会，嘿嘿，好吧，嗯，小帅哥哟，小帅哥哟，馋不馋？哎，我没馋是吧？然后流口水，啪。啊，不说你，不说你，我们等会儿就先小帅哥哈，好吧。你好好好好。